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，就会觉得我跟你很熟。周冬雨到底有多遭多位明星嫌弃？周冬雨和许凯是千古绝尘的男女主，但到了红毯上，许凯不仅没有穿和周冬雨成 CP 的服装，就连定点拍照都要背对着周冬雨。签名的时候，许凯细心的帮张嘉倪拿板子，周冬雨好像一个局外人。而陈晓和许凯操作一样，不和剧中的 CP 周冬雨一起走，反倒亲密的牵着女配赵丽颖。 就算站到原地，也要刻意和周冬雨隔开距离。就连易烊千玺也躲着周冬雨，宁愿和周也站在一起。周冬雨主动转头微笑，易烊千玺也丝毫不为所动。就连整个队伍只有周冬雨一位女星时，大家也都没有对周冬雨多一些照顾。王一博也和周冬雨保持了距离，后面走着走着，干脆跑远了。除了男星嫌弃女星，也是一言难尽。当周冬雨和网红 poppy 参加活动，poppy 将当众吐槽。 马思纯更是被周冬雨抢镜转圈的动作气笑了，就连两人一起得奖，周冬雨都要说话内涵马思纯的奖是凭着家里的关系，这谁还能忍得住呢？二零一五年，周冬雨参加了综艺节目《极限挑战》，里面有个环节是按脚，孙红雷提议两人互按，周冬雨也表示了允许，但是当孙红雷按完之后，他就开始各种嫌弃，当着围观群众的面一直说脚臭，还把葫芦瓢砸在孙红雷头上。 孙红雷直接表示周冬雨没有礼貌，说自己不开心。据称，周冬雨与孙红雷初次见面便直呼其名孙红雷的名字，很多粉丝都指责他不懂礼貌。周冬雨年纪轻轻就已经有了名气，所以不在意这些圈子里的规则，倒也可以理解。不止孙红雷，华谊兄弟公司的董事长王中磊也在现场说，他和周冬雨见过几次面，还会和他聊上几句，但周冬雨却用一种很严肃的眼神看着他。 问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是谁啊？事实上，关于周冬雨情商和智商都很低的传言还有很多，比如无视黄渤的好意，在各种活动中耀武扬威，霸占了整个化妆间和林更新的绯闻等等。但也不乏有人喜欢周冬雨，比如刘昊然看周冬雨的眼神都是星星眼，满含深情。这也印证了那句话：萝卜白菜各有所爱。